肯定要拍摄的。这里是上海黄浦江正大广场酒楼的 E&Work 下午茶，然后那个服务员很专业的问我要不要拍视频，我就拍了。大众点评有优惠券，大众点评有优惠券，所以下次来的时候大众点评哦，然后要预约才会有降边的位置。我觉得他们这里很爱小熊，我昨天喝的酒里面有一只小熊。好，下午茶，喝。